在刚刚的节目里啊，带大家一起去搜索了好吃的、好玩的、好看的。接下来呀、我要带大家去听一首歌，它来自于快乐男生魏晨。Hello， 武汉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魏晨。那我的最新 EP《乐天派》已经正式上市了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，也希望你们鼠年大吉，天天开心。我抱着孤单一个人睡，如果还能遇见，不要再后退。想你会在哪一条街听那段音乐，吻着谁的脸？我抱着回忆一个人睡，不愿看见自己哭红了双眼，我的心还留在里面，来一圈越走越远。我爱你呀呐呐呐呐呐呐哼哼哼，哒哒呐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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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呐。你转头，静静地亲吻我的侧脸，梦始终在放映你微笑的画面。是不是你？你在哪里？为什么要躲着我？闻着谁的脸？我抱着回忆一个人睡，不愿看见自己哭红了双眼，我的心还留在里面，爱一圈越走越远。我多心疼，还不能习惯我一个人，要你在身边，走幸福的路，就算会结束，我的爱还继续付出。我抱着孤单一个人睡，如果还能遇见，不要再后退。想你会在哪一条街听那段音乐，吻着谁的好的，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江城搜街的新春特辑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身体快乐，让我们下期再会，拜拜。